子若一母，如母一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，这就是母子相依。这相依呀，就感应道教，生佛不二啊。这个道理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两句话不仅仅是把念佛法门的理论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切大小乘佛法也不能出这个两句的之外。是心是佛了，这是从体上讲的。一切众生皆如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是从这一方面来说的。这是讲性德，你本来是佛。如果你现在再加上修德啊，那就是世心作佛啊。怎么做法呢？念佛就是作佛，直截了当啊。念佛就是作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又作佛，那你怎么不成佛呢？决定成佛。那么这一句话如果把它展开，我告诉诸位，那个菩萨呢，是心是菩萨，是心做菩萨，他就变成菩萨了。等而下之，是心是人，是心做人，你来生不是人生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心呢，是不是个人呢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做人呢？这个要搞清楚啊。人在我们中国定义啊，是五伦八德了。仁义礼智信称作五常，常就是不能变更的啊，这是人的基本德行。我们有没有做到啊？五常就是佛法里面的五戒，我们的五戒清净不清净？五戒清净呢，就是是心做人。我们来生不是人生啊，无戒要不清净呢，我们这个心呢，没有在做人呢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心里头贪心之甚啊，这个心里头充满了贪心，皆令心啊，令思，这个就是是心作鬼呀。鬼是贪心的，佛在经上讲的，恶鬼道是贪，这个贪欲；畜生道是愚痴，地狱道是嗔恚。我们现在这个心里的造什么？你要在造贪，那你就做魔鬼；你要是嗔恚，那你就做地狱啊！你要是是非真妄都搞不清楚，你是愚痴，那你就是做畜生。
所以这个是心是佛呢，通十法界啊，是心作佛也通十法界。我们在十法界当中要把这个四理真相啊都搞明白了，应该要用智慧呀、啊、来选择啊，我们选择最上乘的是心是佛。所以学佛的人常常要想想，我这个心像不像佛心啊？佛是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我们要依照这个榜样来塑造自己呀、啊，这个叫做学佛了。我的行为像不像佛？我的言语像不像佛？啊，如果我们的心、存心、言语、造作都像佛，这就叫是心作佛。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在此地啊要告诉大家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怎样念是真正得力，怎样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呢？这一句佛号净土三经的纲领，是净土五经的题目。念这句佛号啊，就是把净土三经五经通通念到了，一个字没漏掉。这一声佛号念起来的时候，三经五经里面的理论、教义、方法、境界，通通现前，所以叫现前三昧呀。这样念佛，他怎么不得受用呢？啊，这个三经五经，我们如果像这样的讲法啊，一天讲这个两个小时，天天不间断，我来讲至少要讲三年。这三年所讲的，在一句阿弥陀佛了，通通含摄了。所以你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必须把这个境界通通现前。你在这个里面有无尽的受用，这叫念佛三昧呀！啊，声声佛号啊，都是入念佛三昧。啊，如果再把这个境界扩大一点，这一句佛号啊，包括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、一切经论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再要扩大一点来说呢，这一句佛号包括了10方30世所有一切诸佛了，演说无量无边的修道路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总纲领啊！你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没有这样广大的境界，你怎么能离苦得乐呢？怎么能够破迷开悟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同样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心境不相同。我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的海阔天空啊，清净无比呀！啊，你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界限重重，烦恼无尽啊，这怎么会一样呢？这不一样嘛。
就好比啊，我们讲真的，好比这个从前啊，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提倡的三民主义啊，这个国歌这个词是中山先生做的啊，第一句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这个革命志士啊听到这一句啊，整个那个三民主义的理想、三民主义的方略、三民主义的境界完全呢涌现在眼前，激发他勇猛精进啊努力啊去牺牲奉献啊，他去做啊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在里面呢、啊。你看那个三岁小孩太会唱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你问他什么叫三民主义，不晓得，他就没有这个境界了。我们念这句佛号就是如此，你如果不对于佛法有深刻的认识，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跟唱三民主义一样啊，唱的是字正腔圆，一个字也没念错，可是境界不能现前啊。如果你深入经藏，那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！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啊。这两句话我再简单跟诸位解释一下，所谓佛就是大智大觉啊，念念相应的就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，这叫相应啊！一念相应一念觉，念念相应念念觉，这人怎么不快乐呢啊？所以这一句名号是破迷开悟啊，欧耶大师要解里头说得好，我们升起这个念佛的心呢、啊，真正发心念佛，这个发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就是实觉，你已经开始觉悟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觉啊，所以我们念佛呢。是实觉或本觉，十本不二，这就是究竟觉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学问可大了，一些学佛的同学不愿意念这句佛号，是他不知道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，他要真正了解了一句阿弥陀佛真实的功德利益了，我相信他发心念佛任何的力量都挡不住他，他真正明了了自利利他第一殊胜的利益。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告诉我们功德利益的。这个里面有四个小段啊。第一个小段说：若众生心一佛念佛，这一句是总纲，因为四种利益呢，都是从一佛念佛而来的啊。第一个利益呢，是现前当来啊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呐。啊，你跟佛了一天一天接近了啊，离离开佛不远了。现前是现在见佛，我们没有往生之前，
当然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佛。在古时候，高启大行和尚呢，给我们讲了四个字的秘诀，讲念佛的秘诀。他说：“心意二字啊，不离于心呢，心里要常常存到，要相信，要依佛啊，口里没有念没有关系。”心里头要有，那口念对了可以休息，心里头要想佛，啊，想佛号是想佛，想佛的功德是想佛，想佛的相好光明是想佛，想佛利益一切众生是想佛，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也是想佛，通通是依佛。啊，所以这个净土五经一论的读经的时候也是在依佛，啊，全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我们要把这个桩事情呢，常常挂在心里啊，常常去告诉别人呐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。无比殊胜的利益了，希望与一切大众共享。称敬二字不离于口，称就是称念，敬是恭敬，恭恭敬敬的念佛。你把这个法门讲解给别人听也是念佛，我们心里头始终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始终没有离开极乐世界。这是高启大行和尚啊教给我们四个字的秘诀啊，信义成经。印光大师也给我们两句话：老实念佛，莫患体目。印光大师的教训，他的功德呢，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个“必”这个语气肯定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。念佛人。现前见佛的很多，古今都有。古时候，我们净土宗初祖圆光大师，他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见到，他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他在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别人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已经很熟了，过去见过三次了。人家问他什么样子，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，这就是对的。啊，圆光大师见莲师在一块念佛，那个时候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，观经跟小本弥陀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，所以净土宗最早建立啊，就是以无量寿经而建立，啊，专门依这一部经呢来修学。这个时期非常之明显。近代呀，也有不少是因为见到佛了，他才信佛的。这个是过去时必定是念佛善根深厚啊，所以在时节因缘成熟，
他见到佛了。啊，我在美国，啊，我们大拉斯佛教会里面一位同修，啊，蔡文雄居士，啊，他是本省人，现在移民到美国去了。那么我们那一边的道场是他一个人捐献出来的，非常的难得。啊，他是怎么学佛的呢？他亲自见到阿弥陀佛，他才学佛的。啊，他把他这个事情啊讲给我们大家听。他是有一年，他父亲呢病重，啊，他是彰化人，他从美国回来。照顾他父亲，那么没多久呢，他父亲往生了，啊，他在旁边照顾，就是在他父亲临走的那一刹那，他看到阿弥陀佛，啊，全身金色，但是这个佛像不高，他说大概只有两三尺高的样子，啊，全身金色。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出现在他父亲生病那个病房啊，窗子上。啊，时间呢？他说大概足足有半个小时，所以决定不是眼睛看花。啊，同时还有好几个人看到，就是在这个窗子上现一尊金色身的佛像，现的时间那么久，啊。到以后这个像呢，它是慢慢小，慢慢小，啊，就没有了。他是因为见到这个像啊，他在学佛，啊，他才肯修念佛法门。啊，这个是的确有很深厚的善根，啊，所以现前呢，确确实实。有见佛的，那么有不少人呢，到普陀山啊去啊参礼观世音菩萨，真的有不少人见到啊，我没去过，我在香港，香港圣业法师告诉我，啊，1982年。他去朝普陀山，他们一共三个人，三个法师一同去的。到梵音洞啊，他们在洞口拜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拜了一个小时，观音菩萨出现了，三个人都见到了。啊，见到观音菩萨，继续在礼拜，拜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啊，观音菩萨的像啊还在，没有消失。啊，所以他们看观音菩萨看了有半个多小时。那么走到路上一谈呢，三个人所见的观音菩萨像不一样，都见到了不一样。圣依法师所见到的，这观音菩萨戴毗卢帽。就像地藏菩萨戴着个帽子一样，戴毗卢帽，啊，站着，手上拿着一本书，全身是金色，啊，这个像非常非常殊胜。另外一位法师见到是普通，像这个白衣大师一样，身不是金色，啊，还有一位法师见到是比丘像。啊，是出家人，剃了光头，啊，穿了海青，是见到这么个像，啊，就通通见到的像不相同，啊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现前见佛，啊，那么也有很多人在那拜，拜了几个钟点呢，什么都没见到，啊，这个也很多，所以。你心地清净，心地真诚，佛菩萨一定会现象给你看，给你
做一个证明。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位要想着，绝对不是死了去的。你要认为死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断气啊，看到佛来接引啊，有的时候他自己看到，别人没看到，但是他说佛来接引我，我跟他去了，可见的这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的法门，不像其他的法门要生生世世继续不断的修行才能成就。这个法门一生成就，他这个殊胜绝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。那么第二个利益，就底下这一句啊，也是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这一句很重要啊，这是方法，忆佛念佛是方法。故假方便自得心开，这个心开呢，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禅宗要到这个境界，的确不容易啊，非常非常之难。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来修行，那么净土宗的方法呢，就是一个念佛，一佛念佛。不假方便是不需要再接任何的法门，用不着观想，用不着持咒，也用不着去了解许许多多大乘经论，不需要啊，念佛人五经三经够了。这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必定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自一心不乱，离一心不乱。这个自得心开啊，就是离一心不乱，跟禅宗的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，不但不逊色，而且还要殊胜啊！诸位读大经呢，你就晓得了。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头说过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啊！阿毗跋致菩萨，这李老师在小注里说了，七地以上啊。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难行之法，我们是个不敌凡夫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智慧神通道力受用就等于七地以上的菩萨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是圆证三不退。这个地方是魂超三界，那个地方啊是魂生四土，这个是一切经论里面都没有的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也没有这回事情，所以是难信之法。第三个利益呢，相光庄严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
此则名为相光庄严。念佛人呢，尤其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久了，染上阿弥陀佛的气氛，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，极乐世界宝相普熏呐。我们以清净心来念这句佛号，光明宝相啊，与我们时时刻刻就有感应，得阿弥陀佛的气氛，当然也就蒙阿弥陀佛的加持，阿弥陀佛摄受啊。经上讲得很好啊，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日夜的保护你，这不是护法神，普通护法神保护你啊，是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保护你。所以一切的妖魔鬼怪不得其便，他没有办法来侵害你，这个是念佛的功德利益。那么第四这个利益呢，这是最殊胜的利益了，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，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，他的本因就是成就第一个因素，他就是以念佛的心入无生人。无生人是见性成佛，在人王经里面讲无生法人是7地、8地、9地这三个位次的菩萨，这是讲自力啊，自力的功德。一念佛法门呢，成就这样殊胜的果位。是今于此界，此界就是娑婆世界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。这是利他的果德，自利利他的，帮助这些众生，你只要发心求生西方净土，大势至菩萨一定来帮助你。那么在近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这个是可以相信得过的。印光大师一生的行持很像啊，这个经上所讲的，我们能够啊信得过。最后一段呢，这是总结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。这句话大家要特别珍重，多多的念几遍。佛问圆通呢，就是你们怎么成就的？怎样证得圆满通达呢？大势至菩萨说，我没有选择，我就是念佛这一门，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啊。所以真正念佛人早晚功课都是一卷弥陀经，三遍往生咒，一千声佛号，决定不缺啊，早晚功课通通都一样，这样就好啊。
不要再搞得很多很杂了，啊，那就不是专修了。这个法门的宗旨是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啊，什么叫发菩提心呢？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得好，你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我们人人可以发，我只有一个心念，只有一个愿望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这一个愿望啊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你发这个心之后，你就一门深入，经典以一部经够了，一部经你觉得还不够，那么就进出三经，三经不够，在五经再加个往生论，三经一论够了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你的心就散乱。所以要一向专念啊，要学菩萨的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续，这是他用功啊得力的秘诀。什么叫都摄六根呢？把六根呢往回收。我们现在眼往外跑啊，而六根都往外面，就向六尘奔移。我们亏吃在这个地方。菩萨怎么样呢？菩萨能够回过头来，他眼不见外面的色，他回过头来见心，见色心。而他不缘外面的因尘，他反过头来缘自己的身心。怎么回头呢？就是我刚才跟诸位讲的，第一个念头起不怕，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了，这就叫都摄六根。你要换得快，念念呢都是阿弥陀佛。这是净念相继啊，不要叫妄念相继，要叫这一句佛念相继，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，要念念相续啊。我这个心里把所有的杂念、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虑啊，一句佛号把它念得干干净净，心静啊，心静则土静啊，得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首楞严大定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信定，他成功说四维地界了啊，这个是他成就的第一法门啊。二十五位菩萨所证的通通是第一法门，没有第二的啊。但是大势至至菩萨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我们来修学，其他菩萨那些法门好虽然是好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未必能够学得成就。大势至菩萨念佛这个法门，三根普被立正全收啊，上那是文殊普贤等觉菩萨尚且求生净土啊，往下讲无逆施窝，临终生念一念呢，也能往生。所以这个法门广大了，无边无比。这样殊胜的利益，我们应该要深信不疑。你要深信不疑啊，你就有福了。任何人讲经说法，或者是著书立说，与经里面理论相违背的，我们一概不要听。我们依法不依人。啊，他说那个跟这个佛经上讲的不一样，我们要听他的就会上当。啊，所以真正念佛人呢，回家就老老实实的念佛。修清净心啊，
修觉真经。只要依据经典，把经典里面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通通变成自己的，这个叫学佛。这是念佛人。如果人家问他，哎，那个人怎么样子？你说无量寿经就是那个人。那个人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讲的就是那个人，那你就成功了，你决定上天上生。所以要把经呢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行为，这个叫学佛的。所以经不是念给佛听的，不是念给别人听的，是要自念给自己，自己要切切实实、圆圆满满的把它做到。决定不能够把这个大好的因缘。古人所讲啊，无量劫来啊，稀有难逢之一日啊。如果当面错过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希望将来有缘呢，再有机会把这个法门呢更详细深入的给诸位啊来探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谢谢诸位。阿弥陀佛。